时而铿锵有力，时而柔情蜜意的主持片段，娱乐四喜。欢迎大家收看每逢周日晚湖南娱乐频道的娱乐大歌厅，专治不开心。我们首先是感谢893汽车音乐电台。哎，那春天来了，百花盛开了，如果说要把自己比作一朵花，请问几位把自己比作什么花呢？我最多只能算是一盆仙人掌了，那旁边这个就是一个仙人球了。为什么要说我像仙人球？我跟你说啊，我觉得仙人掌类的东西头上好歹得有点毛吧。对对对对，哥哥，你头上啥都没有。哎，他们总是这样欺负我这样一个残障人士，难道现场的观众不应该多一些安慰的掌声来治疗一下我幼小的心灵吗？不过掌声过后啊，我都要说说我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就不论外形，从内心深处讲，我真的觉得我是一朵白莲花啊！因为真的，你看看我，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濯清涟而不妖。那说到我，何晶晶大家都知道，看到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了。像我这样的美女，让我自己比喻自己的话，我觉得我就是一朵盛开的玫瑰花。我是强忍住想吐的感觉。我这样的玫瑰花有特点，朋友们看我走路，这个地板都有声音，铿锵有力，我就是一朵铿锵玫瑰啊。铿锵玫瑰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曲，而且是当年专门为我们中国女足夺冠的时候写的一首歌。我要听，我们就一起用掌声欢迎铿锵玫瑰马上登场。有请。大家好，好像哦。大家说你们看到他像谁啊？好有震撼力。来，先向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许杰，我的祖籍是山东人。我的祖籍是山东人。那个音特别像田震。哎，那说话像，我觉得长得是更像。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屏幕他和田震的这个对比照片，请看。哇、wow。
这啥真的简单，就是一个人。对，哎，我觉得这么像的话，平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人认错不？这个是经常有的事情。你说说什么有趣的事儿？有一次在后台的时候，我前面是齐秦老师过来在后场，因为齐秦老师在我后边。哦。结果呢，他在那给签名，我跑过去我说，签多签点啊，签个十张八张。他一抬头，哎呦，说你怎么也来了？放下的那个手里的笔和纸说，就这样。然后，哎呦，说好久不见，说你怎么又胖了，是吧？那我们这个娱乐四喜当中啊，有一个人跟田震是有亲戚关系的。是谁呀？就是晶晶，因为他走路的时候整个地都在震动，所以我们称他为田震的表妹，我们叫他做地震。那其实晶晶啊，他唱田震的歌曲也有点像哦，因为他的整个体型就像一个非常好的共鸣的低音箱，所以要不你们两位可以说交流，也可以说 PK 一下，切磋一下，切磋一下，好吧？哎，那田震有一首歌叫《怕黑的女人》，对，很荣幸跟我们许杰一起试试，大家给点掌声鼓励鼓励。我觉得心可以不看，可以将它撕成两半，只当旧情一刀两断，不管经过许多年，说过你话可以不算。爱过的人可以再换，只等旧情一刀两断。错了，错了，啊！哇、哦！不管怎么样，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徐老师给我们大家再来上一首这个田震耳熟能详的歌曲。对。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喜欢吗？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其实在我们四个人当中呢，每个人的舞台上的分工都是有不同的。嗯，那比方说嘉义就是我们的舞蹈担当， 对，负责舞蹈这个部分的。哎，不过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个嘉宾啊，他是可以和你正面对决的哦，他的舞蹈相当了不起的。哎，我跟你说，哎，我们录了那么多期节目了，来了那么多嘉宾都说自己会跳舞，我输过吗？哎，你可别说大话呀，他可是连续三年蝉联全国少儿街舞大赛的冠军呢。三年？对，我连续蝉联了30年的胖子街的舞蹈精灵大赛冠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已经准备好马上要候场了，只等大家掌声和尖叫声的响起来。If you know me, then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Off in the Bahamas with a bad one behind me. Now live it up, live it up, live it up. Baby,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And we gon' boom, boom, around the world. Boom, boom, go get it, girl. Boom, boom, that's the way we like to play.感谢刚才这样精彩的配合啊！我们先从大人开始，向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的饺子老师。饺子，哎，到你了，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欢欢，你们也可以叫我张子睿。对，我们是饺子欢欢。耶，谢谢大家。欢欢，你们是老父子吗？他是我师父。哦，他是您老师。哦，这不是你爸爸？不是。而且我其实觉得他们好像，其实长得也有点像啊，是不是？因为合作的太久了啊。对。欢欢，你个人觉得你自己的舞跳得好呢，还是你师傅的舞跳得好？我觉得我跟师傅都跳得好。他倒是谁都不得罪啊。哎，那这样吧，我们问一下欢欢啊，你跳舞学了多久了？我学了4年。学了4年是吧？那饺子呢？饺子跳舞我跳了13年。你跳了4年就跳得这么好？你师父要跳13年才能跳这么好，那还是你厉害啊。欢欢今年几岁了？9岁。9岁了。那读几年级呢？4年级。4年级了。你的成绩怎么样？还可以。考你个语文题目啊，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我们场上几位主持人，你会怎么形容？你现在看着彭爷爷，你觉得是你怎么形容我？你嘛，
身材魁梧。哦，身材魁梧，是不好意思啊。哎，你看我看看，张爷爷，对，和蔼可亲。啊，和蔼可亲，真的变成爷爷了。看一下方阿姨，哎，方阿姨，看一下我呢，不想说话，不想说话。哇，他对你无语了。对，还是最经典的，形容一下何晶晶阿姨。你嘛，又白又胖。又白。可以。很实在啊。又白又胖。我觉得这个语文没什么好考的。可以看得出他的表达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你的英文怎么样？最简单的，你看着我英文单词，爸爸应该怎么说？不想说。你看他还是聪明吧？你看。把他带不进去，你学乖了，学乖了。对，那我们来问一下欢欢啊，就如果平常跳舞啊，还有学习两件事情加在一起的话，你的学习会不会被跳舞耽误呢？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啊。那么其实他的数学、语文都可以打90多分，可以看得出他还是蛮爱学习的。嗯，好，那我们再来问一问老师，对，你感觉自己这个学生是不是很满意？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是的，是的，跟着我有这么长时间了，我是从他没有读小学的时候开始教他。但是说到跳街舞，今天既然老师学生都在，大家刚才看了你表演非常精彩，能不能给咱们现场再秀一下，示范几个动作？我们怎么用舞蹈来卖个萌？这是。啊！哎呦，哎呦，好可爱啊！视频可爱哦。哎呦，哎呦，好，啊，可爱可爱可爱。那老师得来一个什么动作？老师就超过型，老师也得卖萌。哎，老师来一个。老师就是卖萌还是耍？老师也得卖萌。老师是卖萌，不是活泼。老师是卖萌。老师来卖个萌。老师已经没有萌了。那个。我们刚才就说过，我们四个人当中啊，跳舞最棒的就是嘉义了，千万不要小看嘉义哥哥，你不要看他现在啊这个样子了，是吧？我哪个样子了？其实他跳舞很棒的，要不你们三个人交流一下，这方面我们就插不上手了。也是让我们舞蹈界的人自己交流一下，对，你们几个相声界的靠边站，好不好？好吧，好吧，好吧，来吧，来来来，我给你拿麦，好。现在你们看到的是狗熊表演。来，三人合作一段，完全即兴哦。嘉义如果将来年老的时候呢，他应该就是我们长沙的洪金宝。对啊，虽然他就是说这个样子了，是吧？我就永远不会有瘦的那天吗？但是他的动作真的很灵活，很协调。对，虽然胖，但他胖得很可爱啊。你少在那金姐，你刚才还说我是狗熊跳舞呢。那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饺子、欢欢他们两位，来，谢谢。小朋友的表演结束了，哎，这里我们才可以聊一聊成年人的话题，所以我直截了当的问几位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让你们哎看到了过去的恋人，你最想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呢就两个字啊，混蛋。哎呀，混蛋，这个信息量好大，感觉跟前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有故事。小芳呢？
我就五个字啊，我想对他说，瞎了你的眼。他这个就不是故事了，他那是事故。对，我其实说到前任呢，我还是蛮感谢他的。怎么了呢？正因为当年他的离去，你才有机会找到了更好的下一个。对对对。那生哥是我们几个人当中的长辈，他已经96岁了。生哥，你如果对前任说，你应该说什么呢？8个字。啊，8个字。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姜还是老的辣。这首歌当年很红的哟。而且这首歌对所有有过感情经历的人来说，它都是一种可以说是止痛针和疗伤药。哎，我们今天就把这首歌的原唱请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欣赏阿木为大家带来当年的网络神曲，叫《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有请，有请。大家好。像是温馨的墙，囚禁你的梦想，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候鸟失去了南方。如果你对天空向往，渴望一双翅膀，放手让你飞翔，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抛开诺言。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真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真爱带我走。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谢谢大家，谢谢。来，我想问一下，今天现场有多少朋友是我们阿木的忠实粉丝？谢谢，谢谢大家。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一个彝族人，我的名字叫做阿木。湖南我也是经常来，也是很喜欢湖南这个地方。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阿木，谢谢你们，谢谢。哇，欢迎阿木。阿木现在是已经单飞了，对，但是呢以前他的那个彝族的组合呀非常火，也是非常火的，叫做彝人制造。对 对, 对，我为什么对这个组合特别的有感觉呢？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去世了，那个时候正好听到彝人制造呢有一首歌就叫做妈妈。对，旋律非常的好，我就感觉到心脏就被一个锤子重重的锤了一下。这首歌感动过很多人。对，能不能现场再唱几句妈妈？可以，让我们重温妈妈这首歌。对，好吧。妈妈，永远慈祥美丽的妈妈，你是我心中永远不灭的火把，黑夜里我不会迷失方向。好听。哎，不过我好奇的呀，就是咱们阿木是彝族嘛，阿木是艺名还是本来彝族的名字叫阿木啊？这个还真不是艺名，阿木这个名字是我真正的名字，但是阿不是姓，
我的姓叫罗武，罗武，名字叫阿木，但是呢又说回来，阿木又不是真正的名字，阿木只是彝族男孩当中排行老大的意思，男孩老大叫阿木，老二叫木乃，老三叫木嘎，老四叫木鸡，这样排下去。那女孩又不一样了，女孩的老大是阿一，阿一，老二阿嘎，阿嘎，老三阿芝，阿芝，老四阿狗，阿狗，阿狗是阿四，阿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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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脑袋都晕了，反正。我觉得很有特点啊。所以我的名字真正的名字叫约布，一起连起来叫罗武阿木约布。但是英语发音还不是这样发音的，怎么发音？我们学一下。英语发音叫，我的全名叫 Love I'm your boy。哇，像法语啊！你挖，哎，我知道了，他那个名字要这么念，你挖了个萝卜，你挖了个萝卜。Love I'm your boy。那姓罗武阿木是排行，约布是什么意思呢？约布是羊群很多的意思。喂喂，你这样，阿木，你知道我们现代话约布是什么意思吗？约布。约吗？我们这样啊，这首歌谁都会唱。有一种爱叫做放手。麻烦你用彝族话唱一遍。也不能现编，我只能现翻译过。翻译一下，对对对对，就用彝族话啊。用彝语来唱。啊，彝语。对。不自己里提过伤害，那你只顾记得思念。哇，好像韩语哦。这个就直接翻译过来了。如果说你像我们四个人，对。您用彝族取名字的习惯，分别给我们取一个彝族名字，大概是什么意思？直接就翻译过来呗。对，直接翻译过来。你先取个名字，然后你再给我们翻译是什么意思？对，我姓彭，我叫彭英。英哥啊，英，那叫你的名字叫做 Jono。Jono。Jono 是 Jono。Jono。Jono 还蛮像英语名字。Jono。Jono 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 ，Jono 其实也是很好听的一个名字。什么意思呢？雄鹰的意思。哦，好听的呀。哎，是这样，他要是再把帽子接了，接下帽子之后，你再，你觉得我连一个毛都没有，我能叫雄鹰吗？那叫秃鹰。没毛的是秃鹰。秃鹰。秃鹰。秃鹰用彝族话说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彝族这个秃鹰其实也就只有美国那边才有。就秃鹫。我们彝族秃鹫嘛，在凉山彝族地区没有。秃脑袋的鹰啊，都是有毛的啊，所以没有秃鹰这个词儿，还是 Jono 啊。意思是我这种人，如果到你们彝族去，我就连名字都不配有，是这个意思。哎，我觉得那女生应该起的名字更好听，你给我起个彝族名字吧。晶晶，取个名字叫巫师。巫师，巫师，好听好，哎，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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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盆很大的扣肉啦。就是肘子的意思，知道吧？肘子哦，哎呀，我听起来还是蛮美的。这盆扣肉多少钱？多谢皇上赐名。我，嘉义呢？嘉义，叫什么名字呢？乌熊。两盆乌石。乌石。不是，我得想个好听的，不能再叫乌石了。美丽的感觉。美丽的感觉。嗯吧，嗯吧，嗯吧。嗯吧，哎呀，也还蛮响亮的。什么意思啊？这个名字很响亮。爸，其实我给你取的这个名字其实也是非常好听的啊，就是翻译过来，翻译成汉语的话就是骏马。骏马，哎呀，你雄鹰我骏马，我们要去草原啊。哎，最后老师到我了啊。戴了个眼镜。哎，对，哎，我给你取一个摩诃。摩诃，摩诃，摩诃，摩诃。好，翻译一下。其实我觉得我给你取的这个名字还是挺形象的啊，翻译过来叫猫头鹰。今天我们这里有秃鹰，还有猫头鹰，还有骏马，还有一大盘肘子。那既然是我们彝族的小伙子，我们很想看到你本来的样子，就是原本的民族服饰。对呀，啊，有啊，我还真是专程带了一套我们彝族的衣服。我们看一下，这让工作人员给我们拿上来一下。哇哦，我带了一套彝族的男装。其实我是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州那个彝族自治区岳西县，就是我父母是汉族，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在那边修铁路，所以我是在那边出生。你知道我从小啊就被楼下的两个彝族的姐姐这样带着我玩，带着我长大。我在他们家吃，在他们家喝，但是他们从来没给我穿过这样的衣服。今天我这套可以，你试穿一下。可以吗？他能穿进去吗？我试一试，我试一试。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拿麦，这个
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这个是英雄带，就彝族原来打仗胜利归来的时候立了军功的都会给他发一个这个，这叫英雄带。哦，这个是裤腰带。咱们这样，你先穿裤子。哦，这是只有贵族才会穿这个，因为贵族不用去打仗嘛。有裤裆的，有裤裆。哎，好，别勒太紧了，她怀孕了啊。好，衣服再穿上。你看，你看，活脱脱的一个彝族妇女的形象就出来了。他这个已经扣不上了，扣不上，这个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对，好，哦，英雄带是这样斜背着，对，已经扣不上了，我们就将就这样穿一下了。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彝族大山深处一个英雄的母亲，因为他成功的生育了30多个孩子，为自己的村寨带来了很多的劳动力，所以呢，给他配上的英雄带。哎，但是我跟你说，我真的穿着这个衣服非常的亲切，因为小时候有和那个彝族的小伙伴一起去参加火把节嘛，对，他们都是穿着这样的衣服，然后我就没穿过。对对，你这个既然穿上了服装，你今天跟我换个位置，来，小芳和我们阿木老师 PK 一下高音。对，好，咱俩看谁能 PK 过谁。哎呀，来就来，咱们就唱一个那个，当初我在《一人制造》的时候，我们发的第一张专辑，其中一首歌叫《乞爱者》。嗯，乞爱者，我们就用其中的那首高音，我们来 PK 一下。好，我来先起个调，我唱多高，你就唱多高。好。到底我有什么过错耶？好，小芳。什么过错？耶耶哇！要不我直接再升两个调得了啊，升两个，直接升两个，来展示一下。到底我有什么过错？耶耶耶！是我错了，我衣服扣不拢，音又飙不上。你上不去，我给你搬把凳子，你站在凳子上唱好，要得不？我真的上不去，你们不要约我年轻。我没事，你怎么知道呢？你没事，你怎么知道呢？要试吗？我给你传一下功，试试。拉着手，拉着手，试试。这有点害死你了。满意了吗你们？接下来呢，我们聊了这么多啊，阿木呢就再给大家唱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就是很容易勾起我们对往事的回忆。对，因为这首歌当年很红，它首先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同时它也是一个老港片的《天若有情》的主题歌。这首歌叫《追梦人》。哇，你们会唱这首歌吗？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吗？谢谢你们。让青春吹动了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红尘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湖面，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颜，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喃喃一
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宿命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中难解的关怀。到大家特别关注的砸金蛋的环节。好，所有的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微信互动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看看今天有哪两位幸运的观众能够获得我们砸金蛋的大奖。大屏幕滚动起来，三二一，停。1508017的这位观众朋友，看看他是谁。喂，喂，你好。欢迎收看我们娱乐大歌厅，我是节目主持人何晶晶。你好。哎，你好啊、这位先生贵姓啊？我姓谭。姓谭啊，谭先生是哪里人呢？湘潭人。湘潭的，各位湘潭的帅哥，你今天有机会在我们现场获得一个砸金蛋的机会，现在有1234号蛋，你会选几号呢？我选三号吧。选三号啊，看看你能获得的是什么。小芳来念一下，播报一下。恭喜我们湘潭的谭先生，您将获得的是米兰设计会所提供的价值2888元的主材现金券，恭喜您！啊，也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接下来我们在大屏幕滚动起来，看下一位观众是谁。三、二、一，停。1376231的这位观众朋友，我们看看他是谁。喂。美女你好，欢迎收看娱乐大歌厅，我是何晶晶。你是何晶晶呐？真的是我嘞！啊，这下反应过来了。错了噻！啊，再错你。啊，真的是我啊！那你今天很幸运，有我们一个这个现场砸金蛋的机会。现在我们场上还剩下1号、2号和4号金蛋，你选哪个号码呢？我选二号。选二号啊！好好有爱的感觉，看看你能够获得的奖品是什么。恭喜这位女士，您将获得的是岭峰山安化黑茶提供的价值1580元的岭峰山祝福礼黑茶礼盒，以及三和商旅提供的韩国旅游签证，恭喜您！哇，好厉害！谢谢啊！啊，忙死了，谢谢啊，拜拜。在今天的相声小品环节呢，今天做客我们娱乐大歌厅的，他们是远道而来的重量级的嘉宾，我们马上请上他们的节目，来请。
天太热了，空调还坏了。我们饭店的口号是顾客就是上帝，我们会用生命让你们感到满意。这大热天了啊，连个空调都没有，那顾客怎么能够满意呢？客服电话我已经打了2个小时了，修空调的到现在还不来，我一定要投诉他们。哥，哥，咱都迟到2个小时了，一会儿不能投诉咱们吧？看你的样子，放松啊！我们是干什么的？服务行业，对不对？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是顾客就是上帝，日恩忍，就什么都得忍啊！走，老板你好，欢迎光临。两位想吃点什么？在我们这儿，顾客就是上帝，我们会用生命让你们感到满意。那个，我们是来修空调的。修空调的，迟到了。哎，为什么迟到啊？还推人你？我打人啊！哎呀，你跟谁？你俩呢？不是，那个老板，路上有点堵车，所以我们就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呀？那你不会提前2个小时出门吗？对不起啊。这是道歉的态度吗？对不起。这是道歉的表情吗？对不起。来，起来，起来，别在地上趴着了，赶紧给我看看空调到底怎么回事。行。那个，老板啊，你能不能把闸拉一下，我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短路。短路？我看是你们两个脑子短路了吧。啊，你们是不是专业修空调的？用俩眼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对不起。这是道歉的态度吗？对不起。这是道歉的表情吗？对不起，我错了。老板啊，你这个插头没有插，我估计你把插头插上就好用了。哦，修好了。修好了、嗯、修好了赶紧走、哎、别在这待着耽误我做生意。哦，走走走走。老板再见。你们俩这个再见我感觉到很恶心，快走走走走走。哎，恶心。好哥，太不容易了。哎呀，我还好没投诉咱哈，工作算是保住。快走吧。哥，我有点饿了。吃饭呢？啊、嗯、啊，那行，吃饭去吧。上哪儿啊？哎，等会儿，这儿不就饭店吗？上他家吃啊？他们家吃。啊，行。老板，欢迎光临。又回来了，赶紧滚！啊、我们是来吃饭的。吃饭的？吃饭的。对，我们是来吃饭的啊。吃饭的算什么？顾客，你们服务宗旨是什么？顾客就是上帝，我们会用生命让你们感到满意。你刚才的态度让我很不满意。我一点都不满意。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对不起。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对不起。来对了，来对了。哎呀，来，行，拿菜单去。稍等啊。两位，你看吃点什么？你是专业开饭店的吗？用俩眼一看还不知道我们吃什么吗？哎，行行行，你先给我们倒点水。倒水是吧？啊，稍等啊。点菜啊？点菜。倒水。倒水。不点菜先。先倒水。我点的菜我没法倒水呀。你不会提前2个小时把水倒好吗？是，别搁这站着了，倒水呀、啊！倒水啊，先倒水啊！哎呀，请慢用。哎，天这么热啊，把空调打开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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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得出啊！马上，马上，二位稍等啊！喝点水。来，不好意思啊，这空调还没修好。喝你。空调没修好。空调没修好。那个老板，这水里怎么有苍蝇啊？啊，我水里有苍蝇啊！饭店水里怎么有苍蝇啊？对不起，我把这个给你传到网上，你就死定了，是吗？对不起，
大哥，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开饭店不容易，你听我解释好吗？听我解释，这个呢，天太热了啊，天热它就招苍蝇啊，是不是？正赶上店里空调还没修好，空调没修好，不是老板，不是空调没修好，你说你遥控器里就没装电池啊？妈，遥控器里没装电池，你们家空调能用吗？哦，对不起，对不起，庄稼。就是，马上装，马上装，不好意思，费劲呢，我天，对不起，那个，稍等啊，马上，快点儿。装上空调怎么还不好吃啊？坏了呗，没修好。坏了，不修啊！不是，老板，坏了，不修啊！不是，老板，快点！你给我打死我了，快！老板，你听我说，你们家营业到几点钟啊？我们是24小时营业，怎么了？哦，对，来个五四三二一，干什么？我们下班了，下班了啊！要想收货，明天打客服电话。哦，我们现在是什么？顾客的服务状态是什么？上帝，那个我对不起你们。别停，两位兄弟，别打了啊！我想了。就照这么打下去啊，咱今儿就没完没了了。兄弟，你看咱们都是服务行业的，都挺不容易的，咱们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对不对？我呢先向你们两个道个歉，对不起啊。今天晚上这顿饭我请了。哥，我突然觉得这个大哥人也挺好。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个不是，老板你听我说啊，我觉得也是，你说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吧，人都那么浮躁。对，虽然我们是服务行业，那个相互也得相互尊重，是不是？对。大哥这样的啊，那个你去做饭，我俩呀给你修空调。今天这空调啊修不好啊，我俩就不走了。好，你这个朋友啊，我交定了。感觉特别好玩。好像和我们湖南本土的相声小品又有不一样的地方，有点区别啊。对，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团队他们的主演兼主创请上我们的舞台，大家认识一下，来，欢迎。哇，一看就是北方人啊。好，来介绍一下你自己。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萌阳，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来自北京，家呢是山东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谢谢你们。好，又是一个山东的啊，山东人，直接带着板儿就上来了。对啊，对，那个既然来了嘛，对吧？一个节目呢，我觉得不够热情，对吧？所以说呢，希望给大家多多带来我的一些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日子里边能开心快乐就好，好不好？带着家伙事儿来的就展示一段呗，直接来一段山东快板，看一看，来。竹板这个响连天，在座的各位笑开颜，在这儿不把别的表，先给大家问声好，祝愿在座的好朋友，那个祝你们一帆风顺，好事成双，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成功，千事吉祥，万事如意。好嘞。啊，那么中戏毕业的应该是说学逗唱样样都行。对啊，刚才是一门，接下来还有学呢。来了咱们这个娱乐大歌厅嘛，我就别唱了，好不好？你能学一些什么样的？比方说特殊的声音啊，或者说特殊的腔调、特殊的唱段？那没问题。那个这样的，我为大家模仿，咱都经常看过的一个节目叫《洛桑学艺》。啊、对，模仿洛桑，好吧？希望大家给我来掌声鼓励一下。好，我先给大家模仿小号。长号，架子鼓，口技，你不是说你在彝族大凉山的什么群山峻岭里长大的，口技你应该会啊。
我口技，我想一想，我会不会？我不会耶。认输就好了。山里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的鸟吧，有动物，对不对？是啊、哦，那你咱俩一块配合来一个小鸟谈恋爱呗？谈恋爱试一下吗？来，好。还有用麦吗？哇哦！呜呜呜呜！他告诉你，树上有一只五色斑斓的小鸟爱上了你。来嘛，来吧，我喜欢你，我帮你翻译嘛。我觉得你的体型，我好爱慕哦。好了，这个还是不 PK 了啊。那我们今天特别感谢李萌阳和他的团队来到湖南，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快乐。对，湖南的朋友，我们就用辣椒一样火辣的热情来欢送他一下。好嘞，欢迎萌阳，谢谢朋友们，再次谢谢，欢迎再来我们湖南。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893汽车音乐电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是的，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新浪 KTV、 梦回大堂 KTV、 湖南天天清茶有限公司、广西醉康食品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谢谢，希望大家呢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周日晚的9:40，继续锁定我们湖南娱乐频道娱乐大客厅，专治不开心。唱作才子徐誉腾演绎经典红歌。好啊，对，导演这波赶紧掐了，口误。何晶晶疯狂推销减肥药。何晶晶那不就变化没没呸呸。娱乐大歌厅专治不开心。